饰演韩剧《Healer》的男主角徐正厚一角，并凭借该剧在中国的热播，池昌旭迅速成为了国内广大韩剧迷心中的新一代韩剧男神。4月30日，池昌旭空降搜狐媒体大厦，出席搜狐视频独播《Healer》庆功发布会。下午2点半，池昌旭以一身黑色酷炫装扮出现在活动现场，引起现场粉丝无数尖叫声。池昌旭并且在现场留下了明星手印。在随后的庆功环节中，池昌旭立马暴露了自己的吃货属性。他说刚到北京就去吃了火锅，之前拍摄《齐皇后》时到了横店，也很喜欢撸串喝啤酒。首先我到一个地方的话，先找的是他当地的最好吃的美食。然后我昨天到北京之后，我就不会是烤鸭吧？没有，他去吃火锅了。啊，火锅，他说的火锅就是火锅。其实我还有一个记忆，是我之前拍《齐皇后》的时候是在横店拍的，然后拍戏的过程当中，我到那个横店的夜市场的路边摊吃了烤串配喝那个啤酒，那个特别的好吃。所以我觉得在路边摊 I teach you follow me 撸串撸串 yes 撸串 yes 撸串撸串撸串，以后小吃来北京可以去吃，对，可以去撸串撸串哦，撸串好吃好吃。生活中的池昌旭十分喜欢漫画，自曝有时看漫画会非常感动，甚至流下眼泪。是的，我从小就喜欢看漫画，我觉得看漫画特别的开心，那包括现在为止也特别喜欢看，所以包括刚才你说的经纪人也送了我一套漫画。那以前是喜欢看漫画，那现在是呢，我对漫画是有了一种想拥有的占有欲，所以想拥有更多的我喜欢的漫画书这样。啊，是的，我也会有很多的想象，就是看书的时候一直会投入到主人公当中，然后也会一边看漫画一边哭。池昌旭谈到最想合作的中国演员，他说在香港跟张智霖有一面之缘，希望有机会一起拍戏。那其实我之前有去过香港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跟香港的一位演员有一个很短暂的邂逅，那虽然那个时间特别短，但是他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啊，那位就是香港张智霖先生。然后所以当时虽然很短，但是让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说如果说在戏里面跟他有合作的话应该也蛮不错，有过这样的想法。那女演员的话，中国也有很多很棒的女演员，那我不想在这里去选择，反而我想有机会的想被他们选择。